我相信南美馆将来会是台南的新地标。那么现在的钢骨的结构，已经呈现出来未来的轮廓。那刚才在简报里面看到了，那对我们的连钢的工程团队，我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。那我也非常期待，将来完工的样子。那开幕之后，我一定会再来。那么南美馆是众人盼望已久的文化建设，那么一直受到关注，那也凸显了南美馆的在地也好，在南台湾的重要性。所以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以古迹原台湾警察署修复活化的近现代馆，以及新建的当代馆，将新旧并成，承先启后，为南台湾的艺术带来一个新的未来。南美馆是国家重要的投资，对台南、对台湾都有一份责任。那么，我希望南美馆要以宏大的国际视野的志向，成为台湾文化首都最明亮的艺术橱窗，同时也要积极的推广艺术，鼓励市民和学生亲近美学，并且培养在地艺术人才，来带动艺术产业的发展。每一个美术馆都有它的定位，作为文化首都的美术馆，南美馆的使命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文化的力量，就是城市的力量，就是国家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期待在很近的未来，我们能够明年底，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到一个崭新的完工的，而且让我们都感到骄傲的南美馆。谢谢。